你这是在耍赖，一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啊！垃圾才放狠话，我这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我善良。大佐，预备。 第4名，宋磊，11秒6腰，第3名，周晓光，11秒58，第2名，李诗琳，11秒52。哎，首先我们给李诗琳同学一点掌声。前8名的同学目前暂时是安全了，但是你们的跑步分数只是一部分，还有隐藏的行为分数，你们的一言一行均会被记录考核。从我看见你们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开始计分了，所以有些人不要太骄傲，说不定就被退货了。尤其是这个。 许天一啊，跑得不错。第2名，可惜你这2天都迟到了，听别的老师说你上课还睡觉。据我所知啊，你的分数很危险，其他同学的分数老师们还在计算，明天早上会给大家公布的。好了，希望大家今天能睡个好觉。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。 哎，103人都走了吗？我看他们宿舍出来俩，就是没看见许天一。你先过去吧，我有东西没拿。行，你快点啊！不想走就滚出来！哎呀，鞋没穿，哥，不是。 报告，归队。成绩在我手上，现在我点到名的人出列。李诗琳，到。宋磊，到。周晓光，到。赵子晴，到。王宣凯，到。最后一个，许天一。 到，少嘚瑟。今天你要是再迟到，就直接出局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你就是为了叫他才来这么晚的？怕连累其他同学吧。哎。